小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有三样东西。第一样，我念给你们听，我先弹给你们听。好了，开始。好，我要先第一题念给你们听哦。第一大题，请问全音在哪里？第二题，请问半音在哪里？第三题，请问指法在哪里？很奇怪，要弹，要听我刚才的，我再念一听，弹一次，听准。是不是差很多啊？因为这就是答案。好，接下来你们想要当什么？它的叫，我写给你们看啊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都好了呢？好，今天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，第五样就是我刚才写的。小石亮亮，好，我们来教您怎么当小蛇两两。你小时候要觉得很说聪明，长大了就什么都不会，这样子就像一个傻瓜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当一个小蛇两两的小傻瓜子。如果您喜欢当小蛇了了，我就叫你们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大人，你们就既然你们想当小蛇了了，我就叫你们亲爱的小蛇了了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好朋友，拜拜。三，三叮当。哒滴哒哒，叮叮滴滴哒哒，哒滴哒哒哒哒哒哒，哒滴哒滴哒滴滴滴滴哒滴滴滴滴滴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，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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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， 好啦。咯。好，拜。Good job. Yes, good job. 今天的11月16号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哒滴哒嗦诺啊，西多哥那卡多孤独，哈达卡玛努努努达达。Yeah.